这是一个板桥的案子，叫做板桥的旧，就是吴宗宪代言那个，他有挑高的，有一户装潢格局，这是楼梯楼上去，这个这么小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这个看得出来吧？这个这么小，就这样子小小的都到天花板，这个是冷气管线，好，所以这上面的高度估计大概是100公分以内，非常的矮。好房网带你聪明买好房，想住哪就住哪。挑选理想区域，降多少帮你整理好，找出低于实价登录好房，加 LINE 先看最新破盘价，您想要的房子都在好房网，快加入聪明买好房。可能只有80公分，像我这种高度177的爬上去大概只能这样子规着走路而已。好好，欸，你们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哦，发现今天的人数比上礼拜好很多，所以夹层哦，我们不要讲合法不合法问题，我们讲的是如果你住上面就是头破血流，每天下来就是滚下来，你的脚就断掉，然后又开始夫妻吵架。然后睡觉的时候爬上去，你想上去就不想下来，所以会憋尿，膀胱就爆炸，因为下来很恐怖，还要开灯，然后就醒来了，所以你干脆就憋尿，或是睡前就不要喝水，渴个半死，然后再住上面就觉得我干嘛住这个房子，于是就卖掉，好，懂吗？夹层会有这很多缺点哦。